靠着开发 Unreal Engine 4引擎而在游戏产业呼风唤雨的美国 Epic 公司，为了让更多业余好手使用到 Unreal Engine 4引擎，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游戏开发比赛，优胜作品甚至还会商品化，让这些业余好手能一举名利双收。而在先前举办的游戏开发比赛获得冠军的玩家，自制开发游戏猎杀第一禁区，也因为超优秀的品质获得优胜，甚至已经要商品化，提供玩家付费下载。这款画面表现超华丽的恐怖射击游戏，如果不跟大家讲清楚，大家可能还不敢相信这样的游戏品质竟然出自于业余玩家的开发。果然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有了良好的开发工具，业余好手一样能成为游戏开发大师哦。